解对数不等式，解对数不等式最重要一个常忘掉的条件就是我们第一个一定要真数大于零。真数大于零的话 ,3s 减1需要大于零。4减 2s 也需要大于零。因为这两个我们解出来是 s 要大于三分之一，以及 s 要小于2。那这两个合起来的条件就是 s 比三分之一大，但是要小于2。第二个，我们可以知道底数2是大于1的，所以去掉底数的时候不用变号， 3s 减1大于4减 2s， 一项 5s 大于 5s 大于1。那我们有了这两个条件，我们将它画在数线上，啊，没有等号是空点，所以有一个三分之一，有一个2，这是第一个条件的范围。第二个条件的范围 s 要大于1。S 要大于1，所以同时满足的这个交集就是在1到2之间，所以我们的答案是在1到2之间。